你敢信，所有影视剧当中骨折的声音居然都是这个小东西发出来的。这个东西的全名叫做骨折发声器，据说所有影视剧中的骨折的声音就是它模拟出来的。我们先来听听影视剧当中骨折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啊。我去，怎么样，这个骨折的声音非常的像啊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把这个东西给它拉出来啊，全给它拉开。你还别说，还真像下水道管。然后我们现在来捏一下模拟骨折的声音，看像不像啊。一二三，哎，你还别说，有一点那么意思啊。再来听一下啊，哎，这个像，这个东西确实还是挺像骨折的声音的。那你说如果我真正的拿一节下水道的管，是不是也可以发出这种声音？这个洗衣机管我们试一下啊，哎，这不也可以代替骨折的声音吗？我还听说网上有人用芹菜来模拟骨折的声音，咱们试一下啊，听听像不像。来，一二三，这不也是骨折的声音吗？